到了跋山涉水啊，提到了我们旅游的这个主题呢，王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位咱们中国古代的资深驴友，用30年的时间走遍了全国的19个省、啊、那就是徐霞客。对，写下了徐霞客游记的这个徐霞客。那我们知道徐霞客他走了这么长时间呢，他取得了很多的地理学方面的成就，比如说他是世界上最早对这个喀斯特地貌做出了描述和研究的人。而且徐霞客在他这个30年的旅行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很神奇的成就，比如说他到了黄山，那么黄山的主峰莲花峰是1864米，而第二高峰天都峰是1810米，两座山峰只差了54米。如果用现在的仪器测量的话其实很容易，但是徐霞客当时就凭着肉眼爬着两座山之后就确定了莲花峰是主峰，而且这两个山峰之间相隔了1000多米，他仅仅凭借肉眼就测算出来了这54米差距的黄山的主峰是莲花峰。哇，太神奇了。那么徐霞客是伟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在徐霞客之前特别有名的旅行家和大地理学家，两位队长知道吗？看我，看我就知道了。郦道元。对。哎哎，棒棒棒！哇，一听果然棒棒的，写出了水晶柱，对，还会抢答了，太棒了，太棒了。我们小的时候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大家看书看多了之后，抬眼看看绿色，看看自然，然后缓解一下眼疲劳，这样对自己的眼睛是有帮助的，好不好？不然的话，徐霞客为什么视力那么好？就是因为他一直在看大自然，对吗？